张先生。张先生，好久不见了。下午好，夏木姐姐，欢迎夏木姐姐。欢迎蒙婷，梦婷，梦婷，是改名字了，梦婷。我先戴个指甲，灯牌都灭了，赶紧把灯牌亮起来，家人们，灯牌都灭了，我几天多久没开播了？欢迎霸上草原，家人们，灯牌都灭了，把灯牌先点上去，赞赞点起来。想念无双，扣一波想念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我终于重出江湖了。我也很想念家人们，太想念。灯牌真的灭了，啊，又点亮灯牌。欢迎日月星辰，家们把赞赞点一点啊，先把赞赞点起来，好久不见。近吗？这个距离近不近？这个距离近不近啊？大家的灯牌，家人们，好久不见了，一直感冒，到今天稍微好一点。欢迎绿萝姐姐，一直感冒，到现在稍微好一点。感冒了有断断续续十几天了。本来好了又感冒。来来回回，欢迎凤凰姐姐，绿萝姐姐下午好。今天好多了，我这次感冒就是会一直出虚汗，整个人体质下降了。喜欢古筝哦，今天还有新的古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这一架不是新的，待会儿我拿新的古筝给大家听一听它的音色，音色特别好。来家们，我们开场曲想听一曲《太想念》吗？《太想念》是我最近新发的新更新的作品，也是我们最近这个Top One 的歌曲。欢迎呀呀呀哥哥，好多家人们是不是灯牌都灭了，自动灭了。想听太想念，我们扣一波5257好不好，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。那我们就来一曲太想念。
太想念送给大家，谢谢家们的掌声。我对你太想念，想念无声，我们可以不想念了吗？我也很想念家们。接下来给大家来一曲《你是我拒绝别人的理由》，也是 DJ 版的，家们想听喜欢可以给我掌声好吗？谢谢家们的掌声点赞，想念我也想念家们。你是我拒绝别人的理由。都是新曲。直播的这首播也太嗨了，那必须的，我感觉很多按钮我都不会摁了，这必须要每天直播啊，难得不直播我都感觉有点生疏了。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，欢迎大家来到无双的直播间，终于开播了。今天还有一家新的天魔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但是他在基调上面，等一会儿给大家弹。接下来我们再来一曲无双经常弹的《英雄泪》，送给我们直播间每一位家人们。
真好，欢迎欢迎，谢谢无双家人们的捧场，感谢绿萝姐姐、香木姐姐，还有我们的 wonderful 姐姐、古树哥、一杯酒、小曾曾、雷雨哥、婷婷、梦帝王花、云淡清风、凤凰姐姐、兜里的糖。真的，我好久没有开播，我的按钮我都不知道怎么摁了，这得天天播，没关系，继续嗨起来，家们，英雄泪。这两天我都穿毛衣，我爸爸妈妈都穿了短袖，我穿毛衣，因为我特别怕冷，感冒，所以我一弹曲子，整个人就出虚汗，我现在就开始出虚汗了，但没关系，英雄泪走起。家人们觉得好听，可以给我掌声好吗？让我们的公屏滚动起来。滚动起来啊，重新来，没切进去。秦岭姐姐，欢迎秦岭姐姐，谢谢绿萝姐姐，感谢帕奇洛夫斯基，感谢 wonderful 姐姐的红包，谢谢雷雨，谢谢 wonderful 姐姐，谢谢香木姐姐，谢谢古树哥。家们，这首曲子我们想再来一遍，扣一波一好不好？这首曲子很嗨呀，太想念，最近特别火。想念想亲的，我们扣一波一好吗？欢迎家们来到直播间，弹完这首曲子，我换另外一把新的天魔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新的天魔琴，对，
在直播间一次都没谈过。谢谢家人们的支持，那我们就来一曲《太想念》啊，送给我们榜上的所有男神女神们，送给我们无双家人们，家人们掌声赞赞点起来好吗？20000多赞是吗？我们把赞的点到100000赞，谢谢大家。他们的赞赞点到100000赞。铁血丹心扣一波一，叠知己的 DJ 版扣一波二，感谢我长宇哥，好久不见长宇哥，开着直升飞机来看无双晚清了，马上演奏新的天魔琴，没错，一次都没有在我的直播间弹奏过，就是这两天无双更新的作品里的那架莫高古筝，莫高古筝，马上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音乐。谢谢长云哥，谢谢陈琳姐姐，感谢 Wonderful 姐姐，谢谢绿萝姐姐，谢谢雷雨哥，谢谢小五哥，谢谢夏末姐姐，感谢孤勇者。好，那我们来一曲《别知己》好吗？用新的天魔琴，让我们期待，扣一波掌声。我去换一把琴。这是谁送的？感谢不取名字，谢谢不取名字哥。
漂亮吗？家人们，漂亮，磕一磕，漂亮。新的贴膜琴，我先倒一杯水啊，家人们。这架琴叫莫高古筝，这是一把扬州琴，扬州古筝啊，我们江苏的古筝。我们听听它的音色。谢谢家们，来，别自己，欢迎我们的虫鱼哥，欢迎我们的直播间所有每一位家人们。别自己，用这把新的贴膜琴演奏。好熟悉的音乐啊。觉得这把新的贴膜琴音色好听呢，赞的，我们扣一波五万五千好吗？满屏的五万五千扣起来，谢谢大家。
别之奇送给家人们呀，回来了。是的，我是婉清，重出江湖了。这段时间真的太难了，我们这边情况特别特殊，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都要做 HS， 然后都不能出门，每天每家每户只能出一个人，只能出一个人出去2小时买菜，其他的都不能出去，所以特别难。最近一段时间完了，无双还感冒，我也不敢开播，因为感冒呢我的免疫力特别的低下，容易出虚汗啊，现在还是出了很多很多的虚汗。欢迎我一哥，特别特别严重最近。对，最近我们这边很严重，现在是封控吧，还没有封城，是封控。我喝口水啊，等了那么多天。是的，这边我们这边最起码还有半个月才可以，不知道能不能解开，还有半个月最起码。这边很严重。好，让我缓一缓啊，我出好多好多汗，衣服都湿透了。好听吗这把新的琴？对，我在江苏，每家每户只能出一个人出去2小时买菜。来，我把音再调一调啊，有点偏低，刚才。注意保重身体，谢谢大家。我弹稍微柔一点的曲子好不好？开场弹那么多快的曲子，我全身冒汗，有点受不了。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家们想听吗？扣一波一。想听铁血丹心扣一波二。弹柔一点的曲子，我衣服已经湿透了，容易感冒，容易再次感冒，特别难最近一段时间。所以我一直不敢开播的原因，就是怕我自己感冒一直好不了。欢迎 A 哥，好，来，我们来一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，来个慢一点的曲子啊。我应该带块毛巾进来的，身上全是虚汗。送给我们家们，谢谢大家。没有，当然没有。唯一哥，你前段时间不是在泰州吗？你现在在哪儿？去哪儿了？我怎么可能忘了你呢？一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送给大家。你现在在隔离啊？欢迎凤凰姐姐，欢迎 A 哥，谢谢我们所有家人们。
送给大家，欢迎枫叶哥，好久不见，谢谢我们 Wonderful 姐姐，感谢我们所有无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。这把琴是新的琴啊，啊，家人们觉得好听，可以播掌声。好久不见，家人们，这个厉害了，这个是真的厉害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欢迎绿萝姐姐，枫叶哥，无双家人们，好久不见，我大概十几天没有开播了，今天刚回到直播间，非常有缘，非常荣幸能够给大家继续弹曲。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感冒，断断续续的就没好，所以我就没有敢开播，就停了十几天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，让家们担心了。很多家们可能无家可归了都，对吧，找不到我们的直播间了，找不到我们的无双家了，对不起啊家们。谢谢枫叶哥掌上明珠，感谢枫叶哥。枫叶哥想听什么曲啊？还想听什么曲家们，我们一起在公屏上打给无双看，我能给大家弹的尽量给大家演奏好吗？当然了，我也有一些新的曲子待会给大家送上。山外那首歌叫什么来着，我忘了，那个名字有点难。山外山外，其实我很想弹给我们的枫叶哥听，哎，名字有点长，我记不住。不对不对不对，不是，叫山外什么来着？没有无双的日子，耳朵都空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山外小楼夜听雨，对，我给大家送上，弹的专业好听，山外小楼夜听雨，我想送给家人们，但是这首曲子弹下来估计我的流量会下滑很多，那不管了，我先把音调一下啊。太想念也可以，拿错扳手了，枫叶哥霸气，家人们帮我扣一波感谢啊。小楼夜听雨，对，送给枫叶哥，我第一次在直播间弹啊，把这首歌的第一次送给你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欢迎秋云哥，好热啊。这首歌曲很有意境哦，家人们的赞赞不要停，新曲新的琴送给大家，感谢大家的掌声。